这衣服姐，你现在你试一下子，如果说你穿着小，我送你，让你白穿，10块钱我不要了，你看行不行？你敢不敢？你就套一下就行，衣服你都不用脱，你套一下子。我敢，为啥不敢呢？是你套一下子，你看你不能穿，我送你，让你白穿。我就这样套啊。对，直接套呗，那你还咋套去？那你再脱了，你这这不方便呢。脱倒没事，我这里头就是个相衣。那你就脱了呗。但是我这边不有个纱巾吗？啊，不，你直接套也行，只大不小。我都跟你这么说了，这就是一件了，19块钱，往外拽。真就整的。你看，我告诉你能穿，我这眼睛你看。好看吗？当线儿一穿都合适，姐，10块钱，纯棉的。还真整。你看肯定能穿，我说你能穿就能穿，准能穿。姐这小身材，你说多大岁数保持这么好，对不对？是不能穿？能穿吗？能穿。哪个？这就一件啊。这就这一件的，19块钱。要80那家穿。80穿不了。80的来这个，80来彩色，或者来这圆领，这圆领能穿，这细钩的。我新的来，这19块钱。纯棉的、加绒的、贴身穿都能穿的来。有、哦。你穿呢？穿这个不行，要黑的，要白的行不行？带毛的。黑的不行吗？白的行不行？白的也行啊，白的行不行？黑的能穿的，白的来穿。啊，加绒的吗？啊，还有什么呢？哎呀妈呀，大姨，你尝尝啥味儿？还咬上了。你还尝尝啥味儿？你可真有意思，试试行，试试行，来试试，19，加绒的19啊，10块那是长袖薄的那个，拿不了，19，这家伙还咬一口，你真有，你太有意思了，这玩意儿你尝尝啥味儿？买衣服咬一口。我这买衣服咬一口，尝尝啥味儿？对，尝尝啥味儿？姐，你逗我不乐呢？啊？我看看这多少个，来，那小的。好。正好嘛，这我到时候穿多好看，阿姨这就进吧，到这。这个19。阿姨，尝尝啥味儿？咬一口，那尝尝。还行，真挺好看。是不是挺好看？19块钱穿着玩去呗。就是。多漂亮啊！现在穿正好。正穿嘛，加绒的，冬天直接贴身儿。里面直接啥也不用穿，直接贴身穿，保温严里面是。来这儿来了，抓紧时间挑了来，19块钱。选一个戴帽子。哪买啊？你儿子高。跟我差不多，咋样呢，阿姨？看看，给我装上，19块钱。倍儿藏好了，还没坏的。阿姨逗啊！来，这是来19块钱了，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装上阿姨来，来19块钱。我阿姨能尝完试完就吃完得拿走，吃完得拿走，打包能把飞机打整。哎，19块钱的来，纯棉，你不就穿纯棉里去？你放心，我这不是那便宜衣服，姐，阿姨。这个就是尾货，说白了就是说正常咱们上场就看了，直接一次性把这衣服全处理了，这个意思。来了朋友们，这儿的来19块钱一件的来，来19块钱，看看，刚才反正你们夸我。不行，
宠还行，我能忽悠你啥？我还能挣卖你师兄，卖你师兄我还能挣点儿呗。啊，小扇十块，卫衣十九。穿衣服了？不穿就不要了呗。哎，拜拜啊！啊，拜拜姐啊！行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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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9块钱开罗衣，啊，穿试试啊，试试吧，你看能不能穿，试试能穿你拿来，瘦，你穿呢，不能瘦，试试吧，是我换了大码。八点钟，朋友们，到家了啊、哦！买了几张干豆腐，啊，干豆腐卷大葱，卖了二十多件衣服。大姐，给我逗坏了！买衣服去尝一口，大姐说那尝一口看是不是涤纶的还是纯棉的，尝尝啥味儿？哎，嗯。嗯，媳妇找土片，哎，干豆腐刚才没卷好，再卷一档。哎，这大姐真行，这块地方挺好，他们苗的地方挺好。哪年了？咱卖帽子那年，大冬天在这卖货，卖的也行。我记得我还卖帽子时候还披过一个分分过呢。今天本想去个青年市场，没租着地方，上安抚商厦那块没租着地方。然后杭州老说上太平桥，我就跟上太平桥了。哎呀，这窝子还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卖货，卖了二十多件，卖了二十多件。嗯，二十多件，媳妇做的锅包肉，嗯，哎，这锅包肉做行啊，到位啊，一分钱费用没有。今天早上在这儿花十块钱买鸡翅，一分钱费用花，不用花钱，不是市场。那天在第一天卖卫衣的时候是早市花55，夜市花35，花90块钱费用，这花10块钱费用。但今天早上卖不好。晚上看看，那太平桥连续几天能卖动的情况下，就在太平桥了。夜市在这不出了，离家还近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明天中秋了，中秋快乐，拜拜。